所以我们念 Om 的，就是 Om 就是身口意转为清净的意思，或者 Om 啊 Hom 啊都可以。所以每一个咒之前都一定会叫你念 Om， 就是把不清净转为清净，再来融入啊。然后后面一个 Hom 或 Soha 就代表自利利他皆希望圆满。我们修行都是希望自己跟众生都能够离苦，叫 Soha 或是叫 Hom 啊。所以每一个大概都是这样啊，不清净变为清净，如何不清净变为清净呢？叫慈悲与智慧 ，Om Mani Padme Hum 这样啊，然后愿所有众生都达到如此。